前大妈有好多间分店，卖好多新鲜猪肉可以煲汤。去前大妈，好多师奶阿婆买几包猪骨猪肺十碗一煲汤，唔使一格嘅猪肉，阿婆都充满期望。咁大盅汤要饮得晒半夜多了我，道门又冇得失，全家站住去厕所。钱大妈，钱大妈，令到床单湿咗，需要换埋床。同百佳、同惠康抢生意，超市频频执粮，仲买到成只韭菜都系俾两个赞。蘑菇可以平卖，油麦菜性价比高。如果新鲜真有疗效，唔会避忌咁多，怕撞见我。问钱大妈，为何会喺香港？廉政嘅工作好忙，需要佢帮。在嘈杂之间，尝试买新鲜菜。喺北京铺头执西，所以喺香港。钱大妈为何仲喺香港？林郑为香港很忙，不需喝汤，每日系咁汤，迟迟怕睇到佢，期望尽快可恢复正常的香港。咁所以我相信大家唔想成日见到我噶啦，早啲见唔到我咧，即系话香港已经回复翻正常嘅生活。咁所以我相信大家唔想成日见到我噶啦，早啲见唔到我咧，